度，32度的，32度，那就是用34度的啦。14、18，随便，一半的油量可以，15分钟。Don't cross the white line. Brakes are cold. Be careful. 那 P 出口那边会有一条白线，就是如果有在看力宝影片的，可以去看一下，他们有一些外行的哦，一出 P 就往旁边就想走那个 racing line。然后那个白线都无视，你知道吗？那真的是，哎，红笑破啊，笑破门牙还是怎样？突然想不起来怎么讲，笑掉大牙，红笑死，外行成这样。那一条白线结束之前，你都不能跨白线，好吗？有人一出屁就想走瑞信奈，那真的是外行到有剩。奇怪，主办单位都没有教育吗？还是教育的时候他们都在捆？是很有可能啊，因为台湾的赛车风气也不是很好，然后一堆下赛道也没有在管安不安全的，刹车还不错哦。我实在搞不懂这个弯二档要怎么过啊，很痛苦哎。我知道能过，只是那个加速会很痛苦。拖不赢啊！连续两个弯失败。这个也没有过得很好。我猜时间会在2分03。有这么惨吗？搞不好就是这么惨。人家是1分56。我是2分03，不想吹 limit， 保守一点，至少先跑出一个成绩。还行啊，2分，那他小，这是第二名。哎，竟然是二档，你看这二档就加速很慢啊，也不止这一台车，每一台车二档加速都蛮慢的。
Alpha Romero, 156.77. Green flag, sector 2.车有没有比我快？比我快的话，我要先给他过。不然等一下，他追上我，我也痛苦，他也痛苦。啊，等一下，那个直线让他过好了。把那一根棒棒给撞掉的啊！啊，时间掉了，时间掉了。这里能追回来吗？有，好像有追回来。嗯，追蛮多的，点四秒。刚刚负点二嘛，现在正点二，所以是追了点四回来，还不错。嗯，这里没什么特别的。掉了点零三秒，干，这一台有点慢，这台有点慢了。这个油门压得太早了，我觉得这个 chicken 会被它影响到。还好，为什么他会被我突然追到屁股啊？刚刚失误吗？慢了，连续两个弯，慢了。哎呦！换了将近点二秒回来，一次油门灌下去啊，有。哇哦，
赚了点三秒哎，来喽！啊，这个行。油门关下去，哎，看，结果没赚，最后面这边，最后面这个弯整个赔回去耶，啊，拽厘米，啊，收工了，收工了。我觉得差速器可以设定，而懒得用了。哦，1:56的还在，那一台 V 音还在。哎，下面一整排都没分数，怎样？都不想跑。哎，还有3分钟哎，测一下差速器好了。差速器，哦，怎么这么低？三档过比较顺哦，啊，可是这个刹车没刹好，那个重量转移没做好，就是这里那个弯要做重量转移，不是刹车减速。像这个也是，那个弯其实重点也是在重量转移没有做得好。那个都偏中高速弯，不是那种让你急减速的圈。0.3秒，到现在为止。啊，对啊，这样才是我要的档位跟路线啊。一个很晚的 Apex。没什么赚，是觉得这张出弯有点太慢，哎呀，这也烂掉了，损失0.1秒。
这个差速器设定这样子还不错、哦。哎，撞墙！不要撞墙，就快了大概0.5秒。反正等一下就是那个，等一下，40啊，321的，然后改40，再 save， 嘿嘿嘿，它刚好跳出来。纽柏林第一个弯也很怕被干了。我闪很远了呢。哦，干。Still there. Hold your line. Clear right. Right side. Hold your line. Still there. 哦，隔山打牛啊！刚刚已经好几次了。Clear right. Car right.我就是齁，习惯都把路线留得太宽了，造成自己的路线很差，那很怕撞到别人。只有单萤幕真的是都不知道别人动态在哪里。刚刚那一台，前面后面那一台都忘了自己该刹车了。啊，这路线不好。一下子缩短了大概快要1秒，没有注意是多少，但是应该有0.7、0.8秒左右。会不会太晚刹车啊？这个出弯准备咯。嗯，出不去。我怎么又变第10名？刚刚不是第9？奇怪了。
第九没有错啊。那为什么刚刚会给我跳第十名呢？哦，我让弄掉了，但硬回来了。虽然三档可以过了，但是二档会过得比较从容一点。啊，刚刚一个屁股滑掉，那阿爸跑掉啦，没关系，下个弯追回来。我很怕前面那两台等一下撞在一起。果然撞在一起。Hold your line. Clear right. 安内啊。哎，还真的乱来呢。鱼雷啊，又把人家撞出去了，真的就是鱼雷。为什么这个弯我都过不好嘞？用挂太急，太着急。嗯，前面超车了吗？有换人吗？没有，对，还是阿巴，没有换你。后面是被撞出去的吗？快我这么多，他突然出现在我旁边哎，他是突然出现的哎，一个很晚的 Apex。 Break Motherfucker。前面要打全架啦，欸，很少人像我这么佛心的，都不会硬干的
你自己小心一点。你看，你看，就是有人喜欢硬干，有没有？哦，出去了。哦吼！核心赛车，核心赛车。你看，一次赚两名，就等人撞出去就好了嘛。现在才第八吗？哎呀，能够录原始人。哦，现在第六。还几分钟了，还十分钟，比赛才一半而已啊，胜负现在才要开始。哦，我前面那一台已经快追到了。的路线不对，害我那个油门压不下去。哎呀，踏板刹车啊！这台应该是没有比我快，你看这一撇就掉了点二秒。哦，点三秒，因为这里这段直线还算长。不错，路线不好。前面那台路线更差，他在干嘛？他在飘？那是网路有问题，还是车子状态不好？太早下油门，
我觉得前面这一台等一下会自爆哎、给压力，看他什么时候要自爆啊！贴的不够近，不然刚刚就超过去了。状态很差、啊，早点刹车。小爆而已，他没有撞墙，都算还好，都不算自爆。前面那个大概是追不到了啦，不会自爆。那个秒数差的有点多，剩四分钟，大概剩下。飞出去了，谁喷了？没看到。知道这几个弯的节奏了。
欸，剩下应该一圈。欸，会不会被追过去啊？后面那台好像跑得比我快蛮多的。欸，随便让你过的哦，我先讲，虽然还一圈，差距有一秒，但可是我快没有了。欸，没油了啦。欸，没油，剩下 0.7 圈而已，干，会没有欸。好呀啊，看，哎，不给我了，真的没有，剩下半圈的油而已，那油量剩下半圈。剩下半圈，给你过了，没油了啦。我 map， 看看可不可以撑久一点。现在 map 多少 ？map 五 ，map 六 ，map 七。剩下 0.2 圈，欸，会被后面那一台追上。欸，剩下 0.1 圈，燃料剩下 0.1 圈，剩下 0.2 公升的油。欸，没油啊，没油啊，干，没油啊啦，没油啊，没油啊，啊，给你过，没油啊，没油啊，能不能滑？欸，我想下来推哦，欸，可不可以下来推啊？啊，没油啊啦，啊，没油啊。没油啊，没油啊，会花没油。欸，我可不可以下来推车？欸，闪电 PV 车都可以下来推车了，我可不可以下来推车？干，多个一公升的油我就到了。哦，啊，GG，拜拜啦，嘻嘻。带的太刚好，多带一公升就可以了。